看见有行人外送员明明绿灯也赶紧停让，却害得后面机车差点追撞。有行人要过啊，谁跟你行人啊，还是要让啊。差点追撞的也是外送员，觉得是绿灯又没斑马线，干嘛要让？两方边骑边吵，质疑停让的骑士对他飙脏话，瞬间暴怒，拦车逼停。你较好诶，我要操主意，让什么行人？绿灯让什么行人？要不然请警察来啊，请警察来。你怕你家叫警察打？免报啦，无甲你安怎啦？报啥？也是你先骂人的，我哪有骂人啊？纠纷地点就在屏东民族夜市路口，26号晚间，因为礼让行人惹出争议，在大马路上爆发口角。停让的外送员觉得超委屈，只是怕挨罚才停让，却被找麻烦。比较夸张一点啊，因为我也没有怎样啊。越吵火气越大，对方外送员下车手持安全帽，做事要打人，情况越来越失控，最后报警处理。遇到行人闯红灯，为维护路口及行人安全，建议驾驶人仍需停让。行人闯红灯到底要不要停让，连外送员都搞不清楚，但拦停理论也要挨罚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我是陈志根。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